本千叶县连锁超市里可以看到来自高雄的金钻凤梨。青いやつだったらあと2、3日くらいかな。品质好、甜度高，深受大家喜爱。还有它的踪影，口感甜中带酸，果肉 Q 结实的贵妃级玉荷包荔枝。试吃活动吸引大家目光，尽管是小小一口，但人人吃了之后都喊。真的很甜。高尾山のライチは初めてです。来年も今年以上にいっぱい仕入れて、たくさん売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高雄金钻凤梨玉荷包荔枝盛产期即将进入倒数阶段，这回携手日本千叶县连锁超市举办30场试吃推广活动，不仅让日本人看得到来自台湾高雄的鲜果，也能马上品尝。空运过去的玉荷包上架短短两周就已经完全完售，我们的金钻凤梨3月累计到了4月底，我们整个的销售的量有达到了3200公吨，是去年的3.5倍。那我们也预期今年高雄玉荷包销往全世界的量可以突破100公吨。虽然疫情搅局，日本的消费者不能亲自飞来台湾，但透过外销方式也能分享高雄农产好滋味。未来农业局也会协助农民升级设备，提升品质，盼能增加销量，更提升日本市场的占有率。华视新闻连环许富杰、蔡中迅高雄报道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